Flora of Life 生命之花耳环。Gina 麦伦之眼耳环，而 Aura Accessory。好，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集嘅《二界默示录》，我系黄若如，笔名烈雨翔。咁今集咧就邀请到一位嘉宾，咁咧佢系边位咧？就系见到啦，画面上咧，我嘅左边咧就系佢，就叫心怡嘅。咁啊，为大家介绍下心怡先啦。咁咧，心怡咧佢系心理治疗师，又系能量治疗师，又系巴哈花疗师。咁啊，或者有机会再问下咩叫巴哈花疗啦吓。咁第一个呢，我想想听呢个节目呢，仲有一个大家会好有兴趣佢一个身份嘅。佢呢就系、是、一个灵体清诵师嚟嘅。好啦，咁不如我哋即系首先介绍阿心怡佢好独特呢一个职业啦，或者佢呢一个佢呢个职业，即系佢呢个身份啦，应该话。之前呢，我想你向大家叫做其实简单介绍下乜嘢叫做灵体清诵呢。灵体清诵咧，其实我哋人其实就有灵魂啦。咁当我哋过身之后啦，其实suppose 咧灵魂就应该系会见到一条白色嘅通道，一条好光嘅通道，然之后跟随住呢条通道咧，就会翻上去所谓嘅天家或者去到彼岸啦，咁样。咁然之后就会即系进行一啲疗愈啊、休息啊，就即系我哋所谓嘅安息之地啦，亦都。咁但系当灵魂离开咗身体之后，而佢冇办法顺利去到彼岸，而佢卡住咗喺我哋呢一个空间啦，或者即系叫卡住咗喺地球啦，咁样。咁嘅时候，其实佢就成为咗灵体啦，我哋所谓嘅。其实佢系一个冇咗身体嘅灵魂啦。而佢又停留咗喺一个唔属于佢嘅空间，咁样咁而喺出现呢个情况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可以帮到佢哋手嘅咧，就系我帮佢哋开翻一条通道，系啦，即系譬如就好似话我有个 app， 我可以帮你 call 架 Uber 送你翻屋企，咁我其实就系做紧一个咁样嘅动作啦，咁样咁就所谓嘅清送，其实就系将佢哋送翻去彼岸，做翻一个出境手续，然之后喺嗰边又入翻境咁样。哦，我听起嚟咧就都好有画面啊，即系好似电影咁样样咧，就点咧开翻到光之通道咁样俾佢你走啦咁样样嘅。咁但系好得意喎，咁想即系代大家问一下啦。咁其实点解你会有呢个能力咧？同埋你系点样去即系踏入呢一个领域嘅咧？其实咧系喺我做一啲灵修嘅工作或者啲 practice 啦，其实都已经有差唔多接近十零年咁样。咁我谂系去到中段嘅时候啦，其实我就睇到一个外国灵媒嘅书啊。咁嗰个灵媒叫 Linda， 咁佢咧其实咧就系、是、做一个做灵体清诵嘅，佢就系、是。咁而佢嗰本书咧就系、是、写一啲 case 啦，啲 case study 啦咁。咁佢成本书咧做灵体清诵嗰个角度咧，佢都系喺个灵体嗰个位嗰度出发嘅。咁佢有描述佢点样同啲灵体沟通啦。佢哋所谓有时咧都要有啲 negotiate 嘅，系啦，即系都要唔系每一个灵体咧都会愿意俾清诵或者离开嗰个空间嘅咁。咁但系深刻咧，點解佢會接到呢個 job 咧？就係、是、因為有人感覺到靈體被騷擾，有人覺得被騷擾，被靈體騷擾，咁就請佢過去，係啦，咁就開工咁樣。咁而佢會寫記錄好多佢同嗰個靈體傾談嘅過程啦。嗰、那個靈體其實同人一樣㗎，令我發現佢哋係仍然會有佢哋自己嘅感覺啦，佢哋有佢哋嘅思維啦，佢哋有佢哋生前嘅記憶啦咁樣。咁而喺呢個過程裏面，我覺得其實佢係喺度幫緊個靈體而唔係好似以前好傳統，你覺得驅鬼嗰樣嘢咧，就係、是、其實鬼就係唔好嘅，我就係要嚟趕走你咁樣。咁佢完全係冇令你對靈體產生任何負面嘅感覺嘅，而甚至乎你仲會覺得其實靈體，喂，其實佢都係一個需要幫助嘅存在嚟嘅喎，咁樣嘅一個存有啦，所謂嘅咁樣。咁好大愛啊！我覺得佢即係除咗佢係幫人之外啦，佢亦都去佢亦都會企喺個靈體嘅角度。去帮佢去諗咁样。咁一件事启发咗我，令到我觉得啊，
咦，如果我今世有咁样嘅能力咧，我都想。咁因为当其时其实咧，我已经有用灵体，我系有去做一啲能量疗愈嘅东西嘅，即系我有帮，甚至乎我有帮人去做一啲remote healing 啊，即系我系可以喺即系个要佢嘅状态，我可以做到一啲感应啦，so called 嘅所谓嘅 reading 啦。我可以做到healing 啦，即本身已经有咗呢一个 base 喺度嘅，当其时咁样。咁而再见读睇到呢本书之后咧，咁我就去问我自己嘅指导灵啦。我其实我今世有冇呢一个使命噶？咁样，咁佢就话其实你今世冇噶喎。咁我话咁我可以一个愿啊咁。即我发一个愿啊，如果真系有咁嘅机缘嘅话咧，你通知我啊，即系我系嗰啲留一摆定封求职信喺度，系啊。如果你真系要人咧，你部门要人啦，你冇人咧，你打俾我，你打俾我咁样。咁 OK，系啦，即即系系虽然佢话你冇呢一个使命，但系你都有发呢个愿想去做，咁就希望啊，如果有朝一日个即系条件改变咗啦，咁你就可以去做呢样嘢啦，咁。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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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样，咁我即系我 stand by 啊，后备呢数冇咁样，咁咁我就即系我 keep 住都有持续有呢一种谂法啦，咁样，咁因为我平时咧，譬如嗰啲full moon 啊，嗰啲咩满月同埋新月，咁其实我都有一啲许愿嘅仪式嘅，有啲即系白魔法嘅许愿仪式啦。有啲蜡烛嘅少少魔法咁样啦，咁我都有将呢一个愿望放入去嘅。其实咁我就希望我有一日咧可以，即系如果有咁嘅机缘或者条件啦，系啦，咁我都想做到呢一件事啊，咁样。咁然后就好得意嘅，其实本书都有睇过，咁就喺应该可能发咗呢个愿，我谂大约半年到。咁我系同一个我之前大学嘅一个讲师，就讲起出嚟食饭，我哋咁样，咁就佢都有一啲 spiritual practice 嘅，我都知道嘅，咁佢亦都系有即系有做一啲能量疗愈嘅嘢嘅，咁但系咧喺嗰次食饭嘅时候咧，佢先同我讲，原来佢突然间主动提起嘅，佢就话佢系有喺啲佛堂嗰度咧帮手咧，就做一啲义务嘅清扫。即是话其实系冇收任何嘅酬劳啦，咁但系佢就每个月咧，佢都会可能系 spend 一个晏昼咁样，咁佢就会去嗰个佛堂嗰度就帮手咁样，咁就系去做一啲即系清诵啦咁样，咁即系清诵一啲灵体，咁就咁我听到之后我就好似系咪开咗半道门俾我咧？我突然之间识到一个人，佢佢有系做呢啲做嘢紧呢啲嘅，咯。做紧咯咁样，咁跟住我就同佢讲话，我真系好有兴趣，我话我想啊，我想啊咁啊，咁佢就冇话，咁不如你过嚟我哋嗰度帮手，佢又冇，佢就同我讲，佢话我教你啊，我教你点样做啊咁样，佢话你因为你本身有呢个通灵嘅能力，其实你做到噶咁样，咁佢就教咗我个方法，咁然后咧我就。跟住佢，即系我知道咗呢个方法之后咧，我都问过指导灵嘅，我话系咪我跟住佢呢个方法做就得？咁佢就指导灵都话系嘅咁样。咁当其时咧个 message 就系叫我嚟紧嗰个，我唔记得咗最近嗰个初一定十五咁样啦，但系一定系初一同十五噶啦。咁就话我可以开始试下做嘅咁样。咁于是乎我就望穿秋水啦喺度，咁就等啦咁。咁啊，终于真系等到嗰晚啊！咁我就准备好啦，咁样咁，同埋咧，我嗰时咧，嗰个朋友咧，佢知道我想做呢样嘢嘅时候咧，佢就送咗一条车渠链俾我，咁都系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呢一啲即系叫做比较佛教啲嘅一啲所谓嘅法器啊，咁样啦。咁车渠链其实佢系白色嘅，观音菩萨咧手上面揸住嗰条链珠咁样，咁佢系纯白色嘅。嘅一啲贝壳嚟嘅，其实咁样，咁佢就送咗一条嗰条车渠链俾我，就话你做嘅时候咧，你就攞埋嗰条车渠链一齐做咁样，咁我就照足咗佢嘅吩咐啦，咁当晚我就哇好紧张咁样就好啦，咁我就开始啦，咁样要做啦，咁当我一开始准备打开嗰道白光嘅时候咧，我真系感觉到好多灵想走。咁但系，因为当佢哋走嘅时候咧，佢哋其实系会因为其实佢哋系喺处于一个 so called 叫做解脱嘅状态嘅，即系佢经过嗰条白色嘅通道咧，其实佢系 release 紧佢生前嘅一啲energy 啊，所有嘅一啲burden 啊，所有生前系啦嘅任何嘅所有情绪等等，佢喺度系一个系 release 紧一啲嘢嘅。
咁样，咁而当好大量嘅灵体突然间一次过离开，而佢哋一次过 release 呢啲 energy 出嚟嘅时候，我当其实系一啲心理准备都冇。咁佢哋 release 出嚟嗰种能量咧，系好悲伤嘅能量嚟嘅，全部都。咁因为正常我哋都系放低啲唔好嘅嘢，然之后去一个新嘅地方啦，咁样。咁所以嗰刻咧，我系俾嗰种能量咧影响到我系突然之间系脱题喊咗出嚟嘅，我感觉到就系一种好重嘅悲伤感。咁跟住，然后我都有继续尝试，即系我系一路流住眼泪咁样，但我都有继续完成个仪式嘅。不过我其实都知道咧，应该系唔 work 噶啦，因为喺称颂嘅过程咧，其实呢个系大忌嚟嘅。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称颂师，而你系有呢个情绪嘅波动啊，咁其实你系会直接影响咗个灵体离开，即系成个所谓嘅仪式啦，就或者成个程序啦咁样。咁所以嗰一次咧，其实系初体验，但系就冇成功嘅。咁样，咁然后我自己嘅感觉就系觉得啊，可能我系仲争啲嘢嘅，即系我系未完全 ready 嘅，所以跟住我就冇再好似之前咁样好经常去许呢个愿，但系我就觉得可能仲有少少嘢我系未够嘅，未具备到嘅条件，应该可能未够成熟啦，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我都系再耐心等下啦，即系可能再等另一个时机，一个好清晰或者明确少少嘅时机，令我知道我系真系 ready 嘅时候，我先再做啦，咁样。明白嗱，咁你头先有提过啦，你有几个名词咧喺你个把口度出现过嘅。咁第一就系你做过十几年嘅灵修啦。咁你又曾经话我可唔可以做呢样嘢嘅时候咧，你有问过你嘅指导灵嘅。咁我听落去似乎应该都系西方一边嗰啲嘅一啲可能一啲叫做灵修同埋法术啊魔法啊嗰啲咁嘅嘢，系唔系嗰边嗰啲嘅体系嘅嘢咧？系啊，其实都系属于嗰啲叫咩西洋嘅玄学，嗰啲叫其实系啲 spiritualism 嘅嘢啦，New 系 Age 啦，New Age 嗰啲啦，吓系，OK，系啊，New Age 嗰种啦，明白明白。咁但系嗱，首先讲到嚟呢度咧，我哋就要少少卖广告时间啦。嗱，咁啊，其实咧，心怡咧。大家都听到啦，佢一个好特别嘅身份叫做灵体清诵师啦。咁佢嘅成个好多嘅事迹同埋即系有啲 case 嘅嘢咧，佢咧就写咗喺一本嗱，因为我咧有个虚拟背景咧，我系唔可以摆出去，唔系佢会爆咗嘅。系啦，咁啊就系一本鬼话传译员啦，咁样样嘅，系啦，咁啊系啦，或者你睇翻阿心怡佢嗰边都见到嘅。好啦，咁但系里边咧，书里边咧，你有提过咧，其实你除咗同呢个有个大天使系你嘅指导灵之外咧，你系同咗一位嘅佛教嘅菩萨，佢有个连结嘅。咁你可唔可以讲讲呢一个故事出嚟咧？其实咧，呢一个就系、是、就系、是、因为我头先我就话即系我好想做呢好件想事做啦，就能够尊重啦，系咪咁样？咁而我第一位朋友出现喺我生命里面，话俾我知，原来佢都有做紧呢一件事嘅。咁佢当其时咧，佢就送咗一条车，佢手链俾我咁啊。系啦，咁其实当时佢有解释过，佢话呢个系观音娘娘手上面嘅嗰个法器嚟嘅咁样。咁我就即系一个好单纯嘅了解啦，咁样。咁之后其实咧，我从来冇去特登去谂过咧，呢一个灵体清诵咧，其实系咪需要去连结一啲神明啊？我冇谂过话呢一件事，因为咧，我睇嗰个灵媒阿 Linda 嗰本书咧，Linda 系啦，佢咧其实咧佢系佢系用西方嘅方法去做嘅嗰、那个清诵，佢系连结咗大天使，佢都系连接大天使米高啦，同埋另外仲有一班嘅天使去做咁样，咁而我当其时咧我就冇去谂过，其实我系咪都要有一啲神力啊，即系要借助一啲神嘅力量去做嘅咧呢一件事，其实我冇谂过嘅，从来都。咁然后咧就好得意嘅，就系、是、去到呢个早两三年前咧，就有一日咧，我无端端咁，我喺本书都有讲嘅，其实就系、是、有一个朋友好多年冇见噶啦，佢就翻咗大陆咧做生意，佢无端端唔知做咩事咧，就喺个微信嗰度咧就同我倾偈，突然间咁样，咁佢就问我，佢话喂，有冇兴趣咧去普陀山啊？咁样，咁普陀山，咦我？早几日先突然间无端端咧谂起呢三个字啊！但系咧，
其实我好陌生嘅，我唔知系咩，唔知系咩地方嚟嘅咁样。咁但系我就先同我听过普陀山呢个地方啦，咁样。咁点知隔咗几日，你一个旧朋友几年冇见，佢突然间咧就约你就话去呢个地方咁样。咁我就话哇，其实都 OK 咁，即系我当系去个即系短嘅 trip 咁样啦，同埋好耐冇见佢，因为咁然后佢就话好啦，咁我安排啦。佢话我有去开噶咁样，咁。我知道咧，其实系啲拜神嘅地方嚟嘅，但系你话 exactly 系拜乜嘢咧，我唔好知嘅。其实咁样，咁但系即系我就当系即系好似去即系某一个地点讲啊，即系譬如去大屿山咁样啦，即 系我当系咁样啦。嗰件事，我觉得系一啲旅游景点嚟嘅咁样。咁然后佢就好快就话哦得啦，咁你约个时间啦，咁我而家就去 arrange 啦。咁就极速地咧，就唔知几日之后就出发啦，咁样。咁呢一个咧就好得意嘅。咁我收咗线之后，我先至去上网睇咧，普陀山系咩东西咧？咁先知原来其实系即系观世音菩萨佢一个佛教嘅法场啦，系佢即系佢嘅一个圣地啦，系啦，系咁样。咁然后就即系我就去咗嗰个 trip 啦，去完嗰个 trip 之后就再 stay 咗喺国内，又同我朋友又即系自己又去咗啲地方啊咁。咁跟住后尾我就翻嚟香港，咁翻到嚟香港之后，我谂一两日，我就无端端又谂起一个旧朋友咁样，咁就话不如出嚟食饭我咁样。咁然后出到去 meet up 嗰个朋友嘅时候咧。佢就即系同我讲起一啲佢生意上面嘅嗰啲纠结啦，咁样，咁我就话，我帮你 check 下啦，咁样。咁其实我识咗佢好多年嘅，不过佢一路又唔知道我系有即系修炼呢啲咁嘅东西嘅。咁佢嗰刻就，话，咦，你识呢啲嘢噶？咁样，咁我就话，我都叫做有少少即系研究啦，咁样，我帮你睇下攞唔攞到啲咩 message 啦，关于你生意咁样。咁我就帮佢问咗啲嘢。咁因为都几符合佢嗰个现况啦，咁样，咁佢好 surprise 之余咧，佢就无端端就问我，佢话喂咁咧，咁佢帮我问多样嘢啊，佢话我咧就觉得咧，有灵体喺我屋企，佢话你可唔可以帮我 check 下系咪真咧咁样，咁跟住我就帮佢 check 啦，咁啊哦系，真系有灵体，咁佢就无端端问我，喂咁你可唔可以帮我手啊，咁帮我做啲嘢可以送走佢哋啊咁样，咁我嗰刻就。即系我当其时就第一个，你真系用 ego mind，我就会去谂就系，其实我系未有完全未有咩能力噶嘛。咁但系嗰刻我又决定真系去问啦，我就问下我就指导灵，哦，其实我有冇嘢可以帮到佢噶咁。咁然后我指导灵就话，佢有啊，你做到啦，你而家做到噶啦，你同佢约个日子咧就睇下最快嘅初一或者15啦，你上去佢屋企啦，我哋会教你噶啦，到时咁。但系你记得要攞埋你条车佢链喎咁样。咁因为佢咁样提一提话，你记得你要攞埋条车佢链喎，咁样，咁我就联想到，咦，条车佢链系同观音菩萨有关嘅嘛，观世音菩萨有关嘅嘛。咁而我喺呢个普陀山嗰度嘅时候咧，其实就我哋喺嗰度咧就请咗一个嗰啲普陀山里面嘅啲导游，咁其实佢就真系带我哋咧就去晒每一个寺啦，就教我哋即系讲晒每一个寺每一个菩萨像，其实佢嘅背后嘅一啲故事啊等等啦，咁教我哋点样去装香拜啦咁样。咁其实我真系喺成个普陀山嗰度咧就跟住佢拜咗一转嘅，其实。咁而去到最尾就系喺呢个普陀山佢最大嘅一个观世音菩萨嘅所谓嘅像面前啊，咁样，咁个系一个南海观音嚟嘅，咁就系即系观音娘娘啊，咁喺嗰一度嘅时候咧，其实我真系许咗一个愿嘅，我就娘娘啊，唔知道咧，如果有机会嘅话啦，系啦，咁我都想即系可以帮到手啦，如果即系做清诵呢一样嘢咁样，咁即系如果有咁嘅机缘咧，其实我系会好尽力嘅，我会尽力去做啦，咁我真系又发咗个咁嘅愿嘅，咁样，咁跟住结果翻到嚟两日之后咧，我就 so call 就接咗第一个 case，系突然之间出现嘅呢一件事，咁样，咁而当其时咧，我都系未知道要做啲乜嘢噶，其实喺即系嗰个清诵嘅过程里面，咁样，咁就真系直，咁但系我又唔系好担心嘅，因为我觉得
哦，既然你哋话得俾我知，约个日子，到时再同我讲，咁我就信你噶啦。实，我觉得你唔会甩底嘅咁样啦。咁所以就系啦。咁 end up 我又真系到咗嗰个约定嘅日子，我就去咗朋友屋企，咁就即系帮佢准备做呢一件事嘅时候咧。咁我就收到 message 啦，收到 message 话俾我知啊，成个过程我需要准备嘅系啲乜嘢啦。例如其实成个过程最重要就系需要开一个所谓嘅结界啦，西方就叫 protection 啦，你一定要make sure 你成个空间其实系一个好洁净嘅空间啦，你唔会喺呢一个清扫过程里面受到其他灵体或者一啲即系唔洁净嘅存有，佢哋去干扰啦，所以就佢哋第一样嘢就教我点样去做啦，个结界咁样，就都几得意嘅。其实嗱，我唔剧透太多啦，因为其实我本书都好仔细咁样写咗嘅，我只可以话咧，成个过程咧，其实系一个我形容系跨部门合作嚟嘅，因为系中西方我哋所谓认知当中啊，系中西方嘅一个嘅宗教啊，好似结合一齐联手去做出嚟嘅成件事咁样。咁但系当然，喺称颂最即系最重要最重要嘅嗰个过程，就系我开咗道光之后，其实系我系个内在视觉，我见到嘅系观音娘娘佢嗰个佢出现咗嘅。所以我知道其实嗰条通道咧系连接住咗观世音菩萨嘅能量，咁同埋都有念经嘅。咁都系即系观音嘅一个六字大明咒啦，所以其实咧，即系我再去谂翻转头啊，我之前争紧嘅系啲乜嘢咧？咁样，咁我谂原来其实我争紧嘅系真系一个能量去帮嗰啲灵魂去解脱啊，即系佢离开嘅时候，佢哋要 release 出嚟嘅嗰啲能量，其实透过观世音菩萨佢嗰种慈悲嘅心，佢嗰个慈悲嘅能量，嗰个六字大明咒嗰个能量，可以将嗰啲能量去，可以将嗰啲灵体 release 出嚟嘅能量去转化，即系令到佢哋可以得到一个解脱，离开到呢一个即系唔属于佢嘅空间啊。系，即系呢个人间界咁样样啦，系啦，即系往生翻啦。好啦，咁我哋讲到呢度，咁啊，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先，咁一阵间翻嚟咧，就再请阿心怡同我哋分享一啲佢嘅，即系佢嘅认知同埋佢嘅经历嘅。灵魂离世之后会去边度？点样到达彼岸？彼岸又系乜嘢世界？有乜嘢会令到灵魂卡喺人间变成灵体？被灵体黏附系意外定系有个中原因？结界点样保护你？除咗开坛作法，仲有乜嘢方法去称颂灵体？心怡系澳洲注册心理辅导及治疗师，亦都系一位通灵师。每当遇上被灵体骚扰嘅客人，佢就会靠通灵同灵体们打交道，藉住连结观世音菩萨嘅信息，解开人与亡灵嘅生死纠结。佢嘅著作《鬼话传译员》讲述真实嘅通灵个案，揭露灵体称颂实况，解开敏感体质、结界、养鬼仔、祖先报梦、冤亲债主之谜。《鬼话传译员》于香港各大书店有售，揾唔到记得问店员啦。你亦可以到不求人工作室网站 seekupapplication.com 网购。鬼有执念、有怨念，仲有理念，会恋物、会助人，仲会复仇。阴阳眼里桃猫猫自细见到灵体。屡次想封身都封唔到，鬼门关都唔止去过一次，佢睇到个世界系点嘅呢？佢嘅作品《鬼哭神号》《阴阳眼下的灵异世界二》收录咗佢嘅灵界见闻，包括作者近年学习法科嘅奇异经历。鬼王潘少聪喺推荐序里边咁样讲：喺众多认识嘅高龄人士里边，其中猫童可以话系能够看得比较准确嘅一个。神秘之夜主持纪图话：今次桃猫猫发功啦！今次嘅文章归纳主题清晰，而且应对当下嘅光怪陆离，文字表达都加强咗。《鬼哭神号：阴阳眼下的灵异世界二》于2022年7月中至下旬喺香港各大书店有售，你亦可以去不求人工作室网站 seekupapplication.com 网购。
好，翻翻嚟《异界默示录》嘅第二节啦。咁我哋今集咧就请咗阿心怡，佢系一位咧灵体清诵师嚟嘅。咁头先第一节咧就有叫做介绍咗佢点样同埋点解即系会去踏入去呢一个领域啦。咁同埋就讲咗佢一个好特别嘅做法嘅，就系佢比起一啲可能西方做灵体清诵嘅，或者系一啲东方可能一啲师傅即系会去做一啲叫做即系叫做令啲灵体往生嘅一啲仪式咁样样嗰啲师傅，佢特之处就系佢系东西合璧嘅，即系既有呢、大天使嘅一啲指导灵去帮手，亦都有连结到一啲叫做即系佛教嘅菩萨去协助佢去做呢、工作嘅咁样样。咁我哋讲到呢度咧，嗱，我又想问一下阿心怡，喂，其实咧喺你嘅角度睇。我哋譬如坊间或者我哋传统，我哋有啲讲法㗎嘛。会唔会其实同你所见或者你而家所做你所理解嘅嗰个叫做灵魂灵体嘅世界，其实都系相似定系有唔同嘅呢？例如话譬如头先你有讲过，即系啲灵体可能佢流传咗喺个人世个尘世嗰度啊，佢仍然有佢个记忆啦，有佢嘅諗法情感啦，啲负能量啦。甚至乎佢只系好似一个即系冇咗躯体嘅，但系佢仲有个性格喺度嘅咁样样。咁呢啲同譬如可能你因为你嘅连结都有观音噶嘛，咁其实同佛教讲嗰啲中阴身系咪就其实就同样嘅描述咧？咁譬如可能西方佢哋一啲即系你学开嗰啲 New Age 嗰啲嘅叫做白魔法啊嗰啲，佢哋嘅讲法会唔会有啲乜嘢唔同咧？咁样样嘅咧？我觉得好。有咩同同唔同呢？就係、是其实同我哋所理解当中啦，最大嘅唔同就係其实佢哋绝大部分都係唔恐怖㗎囉。嗯。其实佢哋真係只係冇咗躯体嘅一个灵魂囉。咁因为我自己本身係做呢、這个心理治疗啦，咁所以其实我嘅工作基本上每日都係对住好多人嘅。咁亦都听好多人嘅故事。佢哋可能系一啲成长嘅经历啦，佢哋嘅家庭故事啦，佢哋每一日可能困扰紧佢哋嘅一啲心事啦，咁而喺我做灵体清诵嘅过程嘅时候，其实啲灵体都会去分享话俾我知，其实佢点解会喺呢间屋嗰度嘅，系啦，即系譬如我朋友间屋咁样，佢哋会解释俾我知点解佢哋会喺度。有啲情况系其实佢哋系原居民嘅，我哋话。即是话其实是你搬入去之前他们已经在这里了。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年八年两三年这样。然后你先搬入去的。他会解释给我知的。灵体会跟我讲的这样。而在即接触得多了这些 case, 跟多了灵体沟通。而我发觉其实他们根本真的跟人无分别，只不过他们真的没了个身体而已。而往往很多时候令到他们卡住了在这里走不到的原因呢，都是因为生前一些经历他们未能够释怀的种。又或者他们走的原因呢，是一些很冤枉的原因，即例如是被杀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枉死，又或者可能真的走得太突然。是突然到可能他都未发现自己离开了已经。因为这些成日我们电影都有的剧情来的。因为真的会有的，有时灵魂离开身体离开得太快呢，灵魂都未发现自己原来已经是过身了。即系当年鬼眼嗰套嗰个情节啦，即系走咗佢自己唔知道自己走咗咁样样。Exactly 系真嘅，真系会有。不过你话呢一种情况嘅过期居留啦，我形容就唔系好多嘅，因为通常佢啲指导灵啊，佢啲天使都会落嚟接翻佢走嘅，系啊，即系唔会俾佢留喺度太耐，同埋其实佢哋好快都会发觉。唔妥噶啦，有唔妥噶啦，因为你好多嘢你做唔到，你发觉你身边啲人都 react 唔到你嘅咁样，你好快会知嘅，其实你好快会知道自己已经应该系喺一个即系往生咗嘅状态噶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灵体系因为咁样，佢哋觉得唔甘心嘅，即系点解啊？点解我会咁样走咗嘅咁样？咁可能因为呢一种嘅唔甘心啦，佢哋就会留咗喺呢度啦，咁样咁而。即系每一次，其实我同佢哋倾完，即系知道咗佢哋生前嘅故事啦，知道咗佢哋所谓离留喺呢度嘅一啲原因之后，其实即系我都觉得其实佢哋其实同人系冇分别啦。就算佢哋真系留咗喺呢一度，佢哋嘅能量确系真系影响到一啲人嘅。
真系佢哋系真系影响到可能甚至乎有啲敏感啲，我都有啲客系好敏感嘅，我哋形容敏感体质啦咁样，即系佢哋气场一太近少少啲灵体咧，其实佢哋已经可能又会出风烂啊，头晕身庆啊，发烧啊，呕呕啊，会有嘅，即虽然佢哋有时系真系会制造咗一啲咁样嘅情况出嚟啦，咁但系我觉得都系好情有可原咯，同埋佢哋都唔系故意嘅，咁所以你话喺我自己嘅角度咧，就即系你话最大嘅误就系，其实我觉得佢哋都唔系恐怖啦，绝大部分都唔系恐怖，同埋佢哋留低喺度系因为唔能够释怀啫，只不过系生前嘅唔能够释怀，而其实佢哋冇一啲好令人心寒嘅原因，反而有时佢哋令到佢哋留低咗喺度嘅一啲生前嘅往事，嗰一啲往事系会令人心寒啲嘅，即系佢哋生前嘅一啲遭遇啊，我讲紧，明白。咁你有冇接触过一啲即系嗱，即系唔恐怖嘅为主啦？咁会唔会有一啲真系佢因为某啲可能一啲执念或者一啲怨恨令到佢真系想害一啲人或者一啲事主咁样样嘅咧？有噶，我有遇过，都有写到喺本书嗰度嘅。其实系，咁就系、是、一对公公婆婆啦，因为佢哋生前咧，个孙仔就同佢个女啊，好似系咪咧？我唔记得咗佢，总之佢个孙仔过身咧，好细个嘅时候就过身，咁系一啲意外过身嚟嘅。咁然后佢哋个女咧，因为呢件事就抑郁，后来就仲同个老公离咗婚咁样嘅。咁啊，即系总之就破碎家庭啦。咁一路个女又抑郁症啦，咁佢哋又冇一对孙仔女啦。咁佢哋生前咧已经好怨恨，即系好怨恨个天点解会咁样啦，即系个命运点解要咁样对佢哋屋企啦。咁生前就已经系会好刻薄啊，即系佢哋。见到人哋屋企齐齐整整啊，有小朋友啊，即系儿孙满堂嗰啲咧，佢哋就系会好 mean 啦，即系已嗰啲经态度心理不平衡有啲。啊，系啊，咁样，即系佢哋系唔会祝福人哋啦，系即系好唔抵得啦，其实个心态就系咁。咁到过身之后咧，其实佢哋都唔释怀噶，即系佢哋都仲系觉得命运对佢哋好唔公平啊，对佢哋屋企好唔公平啊，咁样。于是乎咧，佢哋都系留咗喺度。然之后咧，佢哋就成日去整鬼人哋嘅小朋友啦，系啊。咁啊，即系可能系去人哋屋企啦，就喺人哋 B B 啲床头嗰度咧，就喺度控埋佢啊，骚扰佢哋瞓觉啊，咁样啦。我都真系有遇过。我点 come across 佢哋咧？系因为我朋友个女，咁就佢女都属于都少少少敏感嗰啲啦，咁样即系有时出完 trip 翻嚟咧，都会发烧啊，无端端系啊，咁样咁然后我 check 就啊，佢出咗啲 trip 之后咧，可能喺嗰个酒店嗰度，咁原来佢又遇到啲灵体咁样，咁其实干扰咗佢气场咁样，咁佢身体会有大反应咁样，然后就系因为呢个朋友去即系知道佢个女比较敏感，所以有一段时间佢女成日无端端咧3点零钟就醒。无端端醒，咁持续咗一轮噶啦，已经，咁佢又唔好理解，咁佢就试下叫我问下啦，咁话有冇问到可能有啲咩特别嘅原因咁，然后我就喺个内在视觉嗰度咧，我就见到即系我 connect 佢女嘅时候，我就见到佢床头就有一对公公婆婆，而你系好明显感觉到佢哋系有恶意，因为佢哋嗰个样咧系真系青色嘅，因为喺我嘅内在视觉传过嚟俾我嘅嘢咧，颜色其实都系一种信号嚟嘅，即系佢系会系有危险咁样，咁嗰个颜色咧就一定会系一种令到你会觉得唔妥喎，咁嗰种感觉嚟嘅。咁如果系正正常常，我平时 connect 到，譬如可能你屋企有祖先嘅灵体喺度啦，咁样你净系见到佢咧系会系有阵白光嘅，即系佢会话俾你知呢啲系祖先嚟嘅，咁样系唔系灵体咁样，系啦咁样，咁你会好明显咁样分到嘅嗰件事。咁而我嗰次见到嘅咧就系一啲绿色嘅光啦，咁亦都系你见到佢哋嗰个眼神咧系好怨恨嘅，咁样咁于是乎我都即系我都又我都好问佢咯，我话你喺度做咩啊？点解你要搞佢嘅咁样？因为有时咧就
我哋都要问清楚嘅。我每一次做灵体清诵啊，我都会问清楚一样嘢，就系、是，唔好意思，系我朋友做咗啲乜嘢，即系冒犯咗你啊咁。呢啲嘢咧，实实讲唔埋嘅。有时可能系真系个事主自己可能真系做咗啲嘢，讲咗啲说话，佢唔知啊。其实咁，但系佢冒犯咗一啲灵体咁样。咁又或者有啲系冤亲债主嚟嘅，即系其实系哦，原来系前世或者前前前世好多世之前，佢哋曾经系结过怨嘅咁样。咁每一个 situation 嘅做法都唔同咯。咁所以变咗第一件事就系你系要去 fact find 到底因为咩原因呢个灵体会做呢一样嘢咁样？点解佢会跟住咗你朋友？点解佢会留咗喺呢个空间咁样？咁所以每一次都系第一件事，我就会问咗呢样嘢先嘅。咁嗰次我就系、是、系咯，我就系咁样问完之后，佢哋都好坦白咁样讲，而我亦都见到佢哋生前经历过嘅嗰啲片段啦，咁样明白。咁啊，嗱，首先你就分享咗一个呢一个嘅案例啦。咁我想问咧，嗱，你嘅主要嘅工作，即系唔系讲你嘅真正嘅职业啊，即系讲你关于灵体清诵呢一方面嘅事业呢个工作咧。咁你实际而家系从事咗系咪大概两三年咧？大概系咁样样。咁系咪其实系咪一定会成功嘅咧？就会唔会试过有啲情况系真系嗰个灵体好强执念嘅，即系你系点样 connect 佢，点样劝佢啊？即系等于我哋东方听埋好多咧，就话我打胎超度你吓，唔超度，唔肯超度咁样噶嘛。即系我都听过呢啲古仔噶嘛。即系尤其是你我哋不求人工作室好多好多呢类型嘅书，有唔同嘅作者咁啱都有即系可能物以类聚啦，即系佢哋有佢哋嘅一啲 case 啦，佢哋一啲嘅见闻啦，咁样样，咁有啲真系唔肯走咁样样嘅。咁你有冇遇过呢啲咁棘手嘅情况咧？唔肯走，有，我书都有写嘅，其实呢、這、一个，仲要系一班小朋友嚟嘅，咁佢喺我个 client 公司啊，咁我 client 咧系非常之敏感体质嘅，佢系第一日翻工已经知道唔妥噶啦，咁样，咁就同埋因为之前我帮佢做过几次呢啲咁嘅清诵啊，咁喺唔同嘅 situation 下面，咁所以嗰日佢一翻工，佢就已经 sense 到系唔妥啊，咁样，咁佢嗰日放工就即刻 message 咗啦，咁佢就同我讲，佢就话，黄小姐，你可唔可以帮我 check 下咧，咁样，咁因为佢喺外国嘅，其实咁样，咁我就尝试连结下啦，咁样，一连结佢公司就已经见到，成班小朋友喺度跑喎、啊。哦，即系喺游乐场嚟嘅嗰度，佢哋玩得好开心嘅咁样，系啲外国嘅小朋友嚟噶。咁啊，然后我就问佢哋啦，我话喂喂，我话你哋会唔会想走啊？咁样，我话我可以送你哋走喎、啊。咁佢哋就好齐心，二话不说，唔走噶啦，我哋唔会走噶咁样。咁吓，咁点解嘅？咁佢哋就讲俾我知咯，就话我听过好耐噶啦，呢度以前系一笪空地嚟嘅，我哋就喺呢度系游乐场嚟嘅。后屘咧，啲人就开始咧，喺度起嘢嘅周围，咁起啊就起咗呢间公司出嚟咯。跟住啲人就走嚟呢度翻工啦，咁样。咁佢话不过咧，我哋真系好中意呢一度嘅，所以我哋唔会走噶啦。咁我咁样好啦，咁我明啦，咁样，咁一嗱因为我做清诵咧，个大前提一定系个灵体自己嘅 feel 啊，佢嘅意愿为主嘅，咁佢唔走咧，我就唔会用办法去逼走佢嘅，系啦，即系我唔会嘅，一定咁样，咁但系我就要想办法去保护我个事主咯，系啦，就即系令到佢唔会被呢一啲能量所干扰咯，咁其实咧，只要佢哋嘅能量干扰唔到。我事主啦，其实咧佢哋理论上佢哋真系可以共存到嘅，只要我家人又唔介意啦，佢又唔惊啦，系咁样啦，咁样咁系咯，所以我都有遇过嘅，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啲好恐怖嘅嘢咧？咁我又觉得我咁啱遇到呢一班都系小蛙鬼啦，其实佢哋就唔恐怖嘅，系啦，咁样咁即系我唔知道可能都同个能量场有关，即系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系做治疗嘅工作，所以我遇到嘅嗰啲通常都系。可能佢哋都已经系几 ready， 都觉得攰噶啦，已经喺呢一度，即系已经喺咗空间好耐，佢哋可能都觉得系攰，咁然之后，所以就即系我就系即系去接手咗呢一个 case， 就顺便就送埋佢哋走咁样。
我听起上嚟咧，阿心怡啊，你个做法咧，好似同我哋啊，即系啊睇电影啊，嗰啲啊推敲啲噶啦，或者系睇书啊，或者系听可能即系电台节目啊嗰类讲嗰啲嘅可能啊，即系啊打叉烧到，甚至乎系去到用啲降服啲嘅方法嗰类型嘅。我听落去咧，你似乎系好似真系同你日头啊，即系你嗰个啊生计上嗰、那个，即系你嗰个心理治疗嗰、那个系好似嘅，即系只不过一个咧就是、对。人嘅一个咧就对住啲即系走咗嘅人嘅咁样样吓，即系无论系即系当然头先嗰班小蛙鬼就唔肯走啦，可能譬如系上次你话嗰个绿色嗰、那个嗰对夫妇，甚至乎一啲可能普通一啲嘅案例，甚至乎可能喺你本书里边即系一啲讲到一啲叫做轰动啲嘅，系香港人嚟讲会听过轰动啲嘅一啲个案啦、啊、咁样样。你嘅做法最后系咪多数都系连结咗个天使同埋菩萨，就利用一啲叫做可能慈悲嘅力量，就开咗嗰道光嘅通道咁，就即系多数都系用一个咁正常，即系好似心理辅导咁啊，佢肯走啦，咁你就俾条路去走啦，系咪？多数都系咁样去解决一件事嘅咧。我谂都真系差唔多，大同小异。我嗱，通常都系个案主嚟揾我，咁一系就屋企有事，一系就佢个人有事嘅啫，咁样。咁我就主要都系即刻连结下佢。其实我系连结对方嘅，通常都系连结佢。咁然之后我就去check， 其实系咪佢气场嗰度有我哋所谓嘅 attachment 啦、黏连啦，或者有啲黏附啊咁样。咁如果 check 到唔系跟住佢嘅，咁我就 check 系咪屋企咯。咁哦，如果系啦，咁即系喺屋企啦咁样。咁我就去 connect 佢屋企嗰个环境，咁然后我就会得到一啲画面噶啦。即系我自己就会得到一啲，可能会有啲数字话俾我知哦，有三个咁样，哦两男一女嚟嘅咁样，哦咁系咩事噶咁样。有时咧佢哋会话直接送得噶啦，你可以即系唔需要理解佢系咩事嘅。咁但系有时佢就话都要了解一下嘅，咁样即系可能系同个案主有关系嘅，咁样咁有啲可以直接送嘅，咁咪送咯，咁唔系嘅，咁其实就了解一下咯，了解佢做咩事留咗喺度咯，咁有一啲冤亲债主咧，佢就会提出佢有啲要求嘅，其实要点点点嘅情况下佢先会走啦，咁要做啲咩咩啦，咁佢就走啦，咁呢啲我就帮手转达咯，咁样咁通常咧我就真系冇遇过一个案主系同我讲话唔做嘅，咁就每一个都真系有做嘅嗰啲嘢，咁可能系一啲祭品啦，啲仪式啦，咁就做系咯，咁样咁然后就佢哋即系做完咗啦，咁我就去 make sure 佢哋系咪真系收到嗰个祭品啦，同埋喺灵魂层面上面系咪真系大家都愿意去做一个和解啦，叫做咁样。咁当即系 make sure 咗佢哋已经达成咗协议，喺灵魂层面上面佢哋系达成咗一个协议啦，而唔系净系即系个案主可能系出于我惊啦，或者可能系我费事烦啊咁样我就去做，而系可能真即系你系要真心啊。你真心真系有一个所谓嘅你要同佢和解或者忏悔嘅心啦等等咁样，咁然后我就会做啦嗰个清诵咁样，咁个清诵其实就系真系开一道光，咁然后就而家其实已经系去到因为已经做到系你开头讲咧就真系，如果你真系要拆开咗每一个 process 嚟讲咧就系、是、嘅，开道光啦，咁跟住然后就系、是、连结咗观世音菩萨啦，跟住然之后咧就有个六字大明咒啦，就念咒咧本身系咁样嘅，成件事系咁系你系一个念咒嘅过程，咁跟住佢哋就会顺住嗰个通道就上去啦，咁样你直头会见到佢哋离开嘅，咁样你都会即时会感觉到佢哋已经走晒未嘅，咁样咁但系而家就已经系做到好快噶啦，嗰件事系。即系可能喺两三秒间，我只需要一个意念，喺譬如个案主屋企咁样，我只需要一个意念就是我开道光俾你啦，咁样。咁其实嗰道光就已经有齐晒所有嘅 program 喺里面噶啦，咁样。咁然后个灵体就自己就走到噶啦，咁样。咁而基本上我系可以就咁同个客人一路讲住嘢，我得咁我而家送啦，我系一路佢同佢讲紧嘢，其实嗰道光已经开咗，然之后佢走紧，我仲喺度讲紧嘢，咁可能讲完五分钟之后我就同佢讲，即系仲同佢倾紧个 case 嘅，其实咁倾完啦，跟住我喂送咗啦，佢走咗啦咁样，咁我话OK 噶啦，咁我而家再同你做翻啲即系个能量上面嘅调整啦 ，OK 咁样，因为始终都有啲负能量干扰过咁咯，咁即系而家系可以系咁样嘅一件事啦，即系经过咗两三年嘅 practice 咁。咁但系如果你拆开嚟讲成个
process 咧，我喺本书度都有写嘅，其实就系真系好似你咁讲。即其实最重要嘅反而系个过程，所以你本书都系个名字就叫做《鬼话传译员》，即系你嗰个角色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如果佢系一个只系少少嘢卡住，咁你就比较容易啲，哦，即系叫帮帮佢啦。咁但系如果佢有好强嘅执念，或者佢有好多嘅要求啊，或者有啲嘢想要去达成，咁你就系变咗就即系好似帮佢讲翻出嚟，等个事主可以，因为其实佢缠得到个事主都系因为有啲渊源噶嘛，应该通常都。有啲理由噶嘛，咁你嘅角色就係即係变咗真係传达嗰个灵体嗰个要求啦，咁样。所以成件事，所以你就叫鬼话传译员啦，係咪咁解呢？都係嘅，同埋有时都有遇到一啲祖先报梦啊。OK。有啲祖先报梦嘅 case 都几得意噶，系我都有几个呢啲咁样嘅 case 嘅咁样，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传递咯，即系message 嘅 delivery 咯，我喺度。明白。好啦，咁如果大家咧对于阿心怡佢即系呢啲 case 啦，即系个别里边嗰啲 case 里边嗰啲细节啊、故事啊、里边啲人情啊、鬼情啊之类嘅嘢有兴趣咧，咁就记住即系去书局啦，或者系上网啦，可以上阿心怡佢本身个咪网站啊，嗰度可以买到啦，咁喺我哋不求人工作室嘅网站都可以买到啦，咁样样嘅系啦，咁即系变咗就详细就可能睇翻本书啦。不过阿心怡将来如果你即系我都知你工作都繁忙嘅，不过如果有时间，可能我哋又再可能又录下节目，咁叫做分享一啲有意义或者独特啲嘅 case 俾大家听下啦，好唔好啊？好啊！咁我哋今集分享大概咁多啦，最后咧少少卖广告啦。咁我哋不求人旗下咧就有一个叫做 Iana 嘅accessory， 就系啲耳环嚟嘅。咁啱咧，阿心怡咧，而家咧就戴住嗰对咧，好似一个天使翼嗰个咧，都系我哋其中一款嘅耳环嚟嘅，系啦。咁如果有兴趣咧，可以即系睇翻我哋呢一条YouTube 影片下面嗰个文字介绍区咧，会有一啲连结，可以上翻去网站啦，同埋喺嗰度可以睇翻我哋不求人工作室有啲乜嘢嘅出品。嘅书籍咁样样嘅，系啦，咁我哋今集就讲到呢度啦。咁如果咧中间你哋听嘅时候咧，记住订阅翻我哋频道啦，俾个 like 啦，分享下啦，咁样样。咁如果你今集听嘅时候咧，听到有少少嘣嘣嘣啊，有啲风声呼嗰啲咧，咁就未必系咁猛嘅，系因为今晚咧我哋录嘅时候咁啱就系八号风嗰晚嚟嘅，系啦。咁我嗰个身处嘅环境咧都几大风，咁啊啲门都掹得几劲下，系啦。咁大家就体谅下啦，好啦，咁今集讲到呢度啦，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咁如果你哋想follow 我 IG 咧，咁都可以去message 1313嘅。我可以摆翻你个 I G 喺我哋呢条片嘅下面嘅，系啦，咁大家可以喺嗰度揾到阿心怡啦。好嘅 ，OK， 咁今日真系讲到呢度 ，OK， 拜拜。好啦，好啦，好，多谢各位观众，多谢你哋。如果中意我哋呢集节目咧，记得 like 订阅我哋不求人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揿埋个钟仔。咁揿完钟仔之后咧，记得分享俾你嘅朋友啦。因为咧，以上你嘅一连串动作咧，都会影响我哋呢条片嘅触及率嘅。咁而家我哋好多影片咧，其实咧嗰个浏览人数咧，只系呢一个总订阅人数嘅几分之一。咁好可能咧，其实好多朋友咧，佢系订阅完我哋频道之后咧，因为冇揿到个钟仔咧，咁所以有新影片嘅时候咧，其实佢都系唔知道嘅。咁个系统呢系冇派送俾佢哋嘅，咁希望大家多多帮手啦。咁另外呢，鍾意神秘学啊、阴谋论啊、鬼故啊，甚至科普嘅朋友呢，都可以上返我哋不求人嘅网站呢，去睇返有冇啲啱你心水嘅图书嘅。咁仲有一个 Iara Accessory 嘅品牌呢，都系我哋不求人旗下嘅出品嚟嘅，咁系一啲耳环啊、小配饰咁样。咁鍾意呢方面嘅朋友呢，可以上返我哋嘅网站浏览返啦。咁喺呢条影片嗰个文字介绍区嗰度呢，都有返呢一个耳环品牌啦，同埋我哋不求人工作室网站嘅连结嘅，咁欢迎浏览。用鬼岛嚟称呼台湾，你听过未？呢种讲法原来台湾人自己都会咁讲。见鬼作家马飞同我哋细述台湾都市传说。先听都市怪谈，长弓铜像、辛亥隧道、华航空难、日据刑场、日军宝藏、地下街嘅鸟头人、火场上空嘅幽灵船、加多里游乐场嘅死亡传说。再去鬼地探秘，基隆鬼屋、文雄鬼屋、乌日鬼屋、杏林医院、松苑别馆、林本源园底、台北君悦酒店、金门鬼村、乌鬼洞同埋女鬼桥，台湾嘅鬼屋真系多。
讲下山林恐怖、狐妖、魔神仔、山溪人面鱼、红衣小女孩、黑色奇来山、蓝潭水库都是死得人多。再分享民间传说，碟仙、冥婚、宋玉种、林头者、耳仔姑、观落音、八宝公主、借尸还魂，是不是真有其事？马飞的新作品《鬼岛惊奇台湾都市传说》，希望从不同的角度和读者去探讨这些传说，而不会只是否定他们，因为他相信世界很大，人类很小，什么都可能会发生。《鬼岛惊奇台湾都市传说》于香港各大书店有售，找不到记得问店员了，你亦可以到不求人工作室网站 seekerpublication.com 网购。这个世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一面，不求人神秘系列图书同大家讲呢啲。关嘉莉 Gary， 深层揭密神秘学试点，纳税阴谋神秘学试点二，无奇不有嘅神秘学话题深入剖析。深层政府 Deep State 阴谋论试点，光明卡与光明会阴谋论试点二，从另类角度揭露世界阴谋。烈与墙，异界默示录超常传说解密，魔界默示录恶魔传说解密。二种生命、错体文明、巫术力量、恶魔前身，交织住一个超乎想象的神秘世界。林刚，上帝的叛徒堕落守望者，上帝的叛徒二阿特兰提斯，一群堕落守望者加入人类文明，表面上是帮助人类，背后其实另有目的。心吾一 Fat Chat 都市传说真相，一些脍炙人口的都市传说，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真正来龙去脉？卫士神秘辟之术易经实验报告，从神秘学探讨易经，从宇宙下载信息，解读预言、轮回、末日和香港的命运。鬼故系列淘猫猫的鬼域猫童，阴阳眼下的灵异世界，鬼哭神怒，阴阳眼下的灵异世界二，灵类都市，阴阳眼下的百鬼物语。马飞的跨鬼界，马飞的灵异世界，鬼故往的边度有鬼，0022讲鬼故。几位作者用不同的角度书写灵界和人类的真实互动，恐怖得来别具人生意义。这些图书你除了可以行书局找和买，还可以在不求人工作室网站 seekerpublication.com 网购，和看到关于这些书更加详尽的介绍。以上图书大部分都有电子版，你可以在 Google Pay 图书、 Webmo 读物、乐天 Kobo 买到，在不求人网站上面就可以找到下载的连结。在这条影片的文字介绍区那里，你可以找到不求人网站的超连结，欢迎浏览。